财经处呢非常用心，他们在做一站式辅导的时候，发觉台东有非常多有潜力的店家，也希望我们自己辅导的店家能够让我们县府的员工能够亲身的去体验。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开放我们县府后洞的中庭，给我们第一档的快闪店家翠安农做一个面包的试卖，希望把自己的好产品介绍给我们县府所有的同仁的这个店家呢，能够上我们财经处的网站，或直接跟我们财经处产发科联络。欢迎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利用这个中庭，让您的手工艺，让您的产品被看见。那我们也很开心能够开放这个空间给大家。其实是杯狗，我想跟大家讲，新鲜的时候很柔软。那如果你买回家，我会建议你横切，就是你要冰在冰箱的时候横切，然后冻的就会冰在冰箱，可以冰两三天。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烤箱当吐司一样烤，然后烤完的时候就涂一层奶油就很好吃。因为一般人吃这样bagel 如果两三天冰在冰箱再拿出来烤会很硬，然后建议大家还是对切以后再进到冰箱去冰，然后再拿出来当吐司一样烤就很好吃了。这个味道很好。